啊，从火场走出来说，哎，我超会搭。拍一下，没有色吗？对有一天有一个有钱人大爷，他家里面有很多下人，就是下人叫一等下人，他说，哎，装了一个下人，你怪怪的，你只是个下人，为什么你身上喷香水这么香？他说，我不是普通的下人的老板，那你是谁？我是乡下人。我们英子很喜欢这种谐音笑话。为什么你是香的？因为我不是普通的香的，我是香香的。那一排同学，大根跟那个白花，高塔公主联合献映。